早上呆呆，早上青桑，你好吗？早上姐姐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山林姑娘的名。你几多岁啊？今年我22岁名。你结咗婚未？我结咗婚名。有冇仔女啊？我有一个女6岁名。你惊唔惊狗啊，姐姐？我唔惊狗名。你识唔识猪肉？我唔识猪肉，但系我识煮猪肉名。你以前喺边度做嘢？我以前做过喺雅加达三年名。照顾咩啊？照顾老人家名。点样照顾老人家？帮老人家乘凉，帮老人家换尿片，帮老人家洗脚，陪老人家瞓觉，陪老人家扶着名。如果老人家扭你，你点样做？我一定耐心同埋心机做嘢名。你识唔识煮中国餸啊，姐姐？我识名。煮乜嘢餸？煎鱼、煎鸡、炒菜，同埋煲汤名。你有冇嘢同老板讲啊，姐姐？我依家嚟做嘢，嚟买老沙梅卜菜名。我希望先生代代正我，唔该晒代代，唔该晒先生，喺香港再见。